小游酷玩三年一班家长会。首先呢，非常感谢各位家长能来参加这次家长会。这次呢，我们主要来沟通一下学生的逃课问题。啊？他们怎么都开始逃课了？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。逃课最严重的是骑牛小鬼僵尸。这个兔崽子敢逃课呢，看我回去不打烂他的屁股。不不不，不要打孩子的屁股。那我该怎么做呢？哎呀，要谈一谈，严肃认真的好好谈一谈。那么斯文呢？那好吧，我试试看。回家后爸爸变态了，闹什么？谈一谈，喜欢记得点击订阅哦。